咱今仔已经来到这个荒山野外啊，哟，荒山野外，啊，请问是不过来在吃？俺来磨刀。啊？磨刀。磨刀。哎、欸。我要吃啥？吃，俺先来吃米苔包。哦，米苔包在做个磨刀吃。啊，人个是够好吃。六十几档的店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行，无行袂出名。纯冰店哦，这间真正有高大高大的高大。三盒。这是谁？汤圆。热汤圆。哦，你话伊这冰镇，哇、哦，这八宝冰呢，一百单啊。有鸡啊，这卖有鸡啊。有鸡啊啦，你看蚵仔啥拢有呢？哎，米苔包嘛有。哎，呢，好。往来的。对啦，拢好食，阮那做汤圆嘛是。啊，这些行情嘛吼。有诶行情。啊，这行情。恁看要烧诶，要冷诶，哈。大时候来啊，装诶像即个刨冰机啊。无，本地就安尼。蚵仔啊，红豆。安内门只口。啊，后壁来磨豆食冰。哎，好。叫做丁鱼加冰上好。哦，呵呵呵。袂歹，代表啊，迄落食迄落。是安怎？哪特别？哪特别？甲其他所在食的无啥共。哦。较芳。较芳啊。哇。这个米带味呢，足浓的。嗯。食鱼仔汤粿要食米带，真好。我以前也查，你都用搞错啊！这个有烟灯讲来，我家已经。哦，佮有烟灯讲哦。你也查一定爱烟灯讲啊。在煮啥？那个煮东煮西啊，煮料啊。哦，拢是食啊。黄西田呢？哦。哦，啊，这遮侪名人。哦。我一乖咯，介绍真济啦。啊。百年老店。我是冰糖啊，嘿，冰糖，红糖，红糖，嘿，阿里山爱油啊，鸡啊，一抓落啊，天气这寒，去做来食汤圆，赞啊，汤圆烧的，我食冰的，啊，这几年啊，哈，百年啊，三代，三代，嘿，哦，啊，拢伫码头遮呢，迄个古早市场啊，安尼得卖得着啊！哦，啊，吴淑珍捌来吃过无？哎，我唔知啦，应该有啦。啊，边人摸咧？应该有啦。